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又来到 DA 的吃吃喝喝的时间。对，我们现在是2月26号早上，在三创的7楼买 Anime Cafe 办的第7特一点的联动餐厅活动。其实我原本还在考虑要不要来啦，都要想说，反正很难得嘛，台湾有 FGO 餐厅的这个联动很少，所以我想说那就来试一下。你们都知道我是这个 FGO 餐厅的评鉴达人，还有 Nico 也是，我们两个已经吃遍了加勒底厨房的各种东西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吓倒我们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吃过2年的 Face 之后，没有任何的联动餐厅能够影响到我心中的地位。我们连伊利亚，台湾的伊利亚，日本的伊利亚，我都吃过。伊利亚餐厅里面的餐点我们都吃过了。之前有很多观众跟我说，这间餐厅因为它是吃兔子吃的东西为主，但我觉得我可以接受，所以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一定要后卫啦，所以我们大概还要半小时才能入场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吧。它有分成里面的周边跟外面的周边，那外面的周边是你只要来到这边都可以逛的，里面的周边要吃东西，就是你有进来用餐才能逛，所以里面周边我们晚点再看，我们先来看外面的周边。这家餐厅好像是曼迪开的，是曼迪底下的，这周边可能都是曼迪代理为主，像是 HF 的第一部第二部剧场版的这个 DVD 电影剧场版系列的这个亚克力力板，哇，石城跟吉鲁嘎美许的毛巾，对，看不到，但是你可以把时辰跟 Gilgamesh 抱在你的身上，我觉得也很完美。拒绝？为什么要拒绝？这边有各种测试人品的徽章啦、收集品啦，就这种都看不到里面长什么样子的啦。12款随机测人品。哦。啊，这边有衣服，有个沙巴的衣服 XL。嗯，他们进了 XL、L 跟 M 号，这个 M 号我看的也另皱的，好可爱哦。啊，这是他的那个项链啦。对啊，领的那个项链。我不是，因为他刚刚这样拿，我也是某只章鱼。哦，现在12点50分，哎，我们终于进来了，因为它好像是一区一区分开来的，所以这一区基本上在12点45分都清场了。你们也不用担心时间啦，因为就是它是一区一区来分的，所以时间到一定有的做。你们来吃的话，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说，它其实是有分成主餐跟甜点的。那一天它基本上现在是排6场，第一、第二场跟第五、第六场都是只有主餐可以点，只有在下午差不多2点半跟4点这2场是可以点甜点的。就换句话讲，我们现在12点45就只能点主餐跟饮料而已。所以你要注意一下，你是想来吃甜点还是来吃主餐的？这主餐看起来有什么？藤湾马修的乌鲁克主餐，吉尔拉美食跟金固，罗马尼达文西，梅林安娜，伊斯塔跟艾雷。所以就是意大利面、冷面、意大利面、佛卡夏，我看不出来什么东西的餐盒，跟这个早午餐，应该是汉堡肉吧？可是它是素食哎、欸，可能是假汉堡肉。不要这样，对，好，没有，应该是卡片啦，会送这个对应的卡片。饮料的话，啊，反正就是气泡啦、冰茶啦、咖啡、牛奶啦，不同的角色应该就会附上不同的那个，来看你们喜欢哪一个。随机的吗？嗯，不一定，他刚刚我说是随机的。哦，对，只要是随机的，所以跟你点谁的没有关系。对，没有关系。也是啊，就把那最热门的放到最的饮料上就好了。那谁？你想得罪谁？哎，没事。那可以推荐一下，一个造物布帆是，然后一个草莓优格奶昔，是，然后一个柠檬可乐，对，然后一个保持人面跟一个早餐。对，那可以说一下菜单哦。好，谢谢。两个价钱都一样，是470元哎，这个东西用量不到这个三分之一吧？这你已经保留了哎。你想表示什么？好吃哎。不是，我是要说它的价格，你不觉得这特小吗？对不对？傻子才买这个，你看这个多大，你看这个多赚。地盘是这样子算的。对啊，好了，当然不是啊。那你这样子你买大象不是最划算吗？你看，多划算！而且你还可以买一个那个零基式的放里面的。大象很难过，你以后不要被，我跟你讲，大象是常驻脚，以后被大象更可，这不是我的问题了。哦，对，小盾牌是那个手可以插在里面睡觉的，睡觉枕。哦，对，这还蛮可爱的啦。我觉得应该周边可以。你有看它价钱吗？
相当于169颗圣晶石。推荐给大家的哦。先不论价钱的话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如果喜欢帽机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，因为这个外面也不是很好买。到的话，可是有点大就是了。女生的包包放得下，男生可能比较放不下。这个我觉得还行，这个我觉得蛮有特色的。如果你上班什么用得到的话，这个便条纸，这真还不错，蛮好看的。嗯，不用这样收起来。对，将那个石板摆在你的办公桌上，觉得还行。跟过劳王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合。啊，掀开看是谁啊？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呀！哎呀，医生！我的记录刚没去。可可恶！敢证明我要过劳是不是？对，你要过劳。那里面是我捡的，过劳应该。好好哦，来，要喝喝看了。这是我的。这是你的。这是什么？柠檬可乐嘛，冰淇淋，柠檬可乐。然后这是草莓优格奶昔，充满了少女风的饮料。要去学校，然后到晚上。嗯。还行，我觉得可以再浓一点。我觉得可以再浓一点。基本上它就是那个，如果你去外面买那种盒装优格的草莓口味，然后打稀加冰块，然后加草莓，差不多这个味道。对，就这样子。好耶。不晓得是不是要搅开喝哎、欸？你可以先喝一口再搅开啊。上面应该有一层奶泡。大物拼盘，宝石冷面是哪一位的呢？边小姐的，我是偷白色的，谢谢。那边有富士塔的鞋子，我先帮您放旁边。好、哦，谢谢，请谢谢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是会沾指纹的那种照片。哦，好，那回去把它擦干净再收起来。对。下面其实就是可乐，很标准的可乐，柠檬就一点点味道而已。柠檬我在想应该是上面这个。冰淇淋是？冰淇淋是香草口味吧？嗯，香草口味。哎，我觉得我这杯很超值哎，相对你那个来说。大家看到嗯，因为层次味道很丰富，而且是一杯很好喝的饮料。日本饮料真的是。沾到了，沾到医生了，把白白的酱弄在医生。你安静点，你收一下。No， 太满了。哦，它缺点就是插进去的时候会溢出。我觉得整体味道来说还不错。它应该是拌一点点橄榄油吧，就混一点盐巴，味道其实还蛮清淡的。它比较像是那种，如果你去吃吧，可以在前菜里面有那种开胃菜式的冷意大利面那种感觉。对，它也没有到冰，它就是凉。凉的，对。因为我们其实习惯还是比较容易吃热的主食，嗯，但是 OK 啦，我吃的习惯。但是这边它的主食其实热的好像不多哎。对啊，早午餐也是，看起来不像热，那个生沙拉也不是热。我猜它这边应该没有厨房，应该还行，就是没有可以开火。烤箱可能有点热，对，嗯，可能有烤箱，因为这里有烤箱。烤箱，我这应该是没有那种瓦斯炉的厨房。冰盘的话，这三个是马铃薯，然后这个是番薯，嗯，这是地瓜。很健康，很健康啊！嗯，它基本上就是把你的东西，然后拿掉面，然后放到这里面来。嗯，里面有莲藕，有黄瓜，有洋葱，有香菇，然后有青椒跟马铃薯吧。对，非常的健康。然后这块是起司，很健康的内容，很好。那有个酱可以沾着吃，沾那个吃也可以。好，我这边也有感觉。后面的鞋子呢，今天是三三点多到齐的。嗯，这是优格，有像优格的，很健康，很舒适。结论就是很舒适，很有大自然的味道。哇，到底是不是嘲讽，我都听不出来了。并没有好吗？那我们已经吃完餐厅出来了，消费额的话，如果像我们两个人是一人一个主餐一个饮料，一二多，1200-1200多，所以差不多一个人主餐加饮料消费大概600块。我是觉得啦，你来这种动漫联名餐厅，你就不要考虑 CP 值了啦。我是说真的，一定是偏贵。那食物本身其实我觉得，因为可能观众有给我打过预防针，我觉得不差，但基本上因为它是素食，
所以就是菜菇、玉米笋、莲藕、洋葱这类的东西，没有肉。就算你看到有肉的东西，也是长得很像肉的假肉的食物。我觉得其实它的菜还算蛮新鲜的，味道其实也还 OK， 就是你要接受它是蔬食料理这一点，然后偏小贵。饮料的话，中规中矩，大概如果你说100分来讲，饮料我大概给个60-70分吧。午餐大概也是70分左右。店里的环境布置不差，因为毕竟是曼迪自己底下的咖啡店，它整体无论是周边购买啦一些东西量都很足。价钱的话，反正就是台湾买日本周边的价钱，我觉得可以找到更便宜的，但是就一起买也会蛮方便。那大概就这样，我推荐喜欢 FGO 的人还是可以来一次尝个鲜。那至于你们要吃主餐还是要吃甜点，就看你们自己的时段去选。我们还是有买别的周边啦，但我们就没有买那些 FGO 的限定周边，我们买了拼图回去玩，所以如果到时候拼完也会跟你们一起看。好，那么各位下次见，拜拜。